上热菜，那还巴巴的要跟人 PK， 那把自己 P 到派出所去了。这对于咱们下一步推进厕所改造，起了很好的预热宣传作用。你们正眼看我，你们斜眼往看一下，看我眼挖出来。今年这个春节，能过出咱明州村的精气神来。我一百三十只鸡都被偷光了，我都有媳妇了，这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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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春节一天天逼近，明珠村的人们预测，期待着高文龙和张天龙两人重新开始的 PK 结果，有的像灯，有的像火。张书记为给咱村办个民宿下了多大的功夫，咱肯定能成功。昨天金黄城都被我说服了。高文龙再破是咱本村的话，你也不能想着外人。哎，就是谁说人家张天龙是个外人啊？张天龙来咱村给大家办了这么多的好事，你眼睛都看不到，良心就够吃了。任凭他外面风浪起，姜太公稳坐钓鱼台。诺亚方舟太可怕，说话不说正常话，动辄来个大游丝，装着自己有文化。滚！啥网友嘛，不盼着我点好啊，净给我泼凉粉。哎！啊啊！哪个王八蛋扯那泼粪去？你个狗东西！你骂谁王八蛋啊？你骂了我都不说了，连你也带上了。哦，你不孝的东西！爸，这大冷的天，你往我脸上泼粪干啥呢？哼！我给你泼凉粉。就是叫你冷静一点，你拿了我10万块钱，孝了个财富，你还给人家把卫生纸买了，还给他发奖品。爸，我纸能花多少钱吗？那我奖品也都是1毛钱一块的水果糖嘛。哼，人家上财富，你给人家发吃的，脑子有病。爸，你熬他了，你不懂，这叫政治。现在啊，是我跟张天龙第二轮 PK 的关键时候了。我这样做，就是小恩小惠，收买民心，放大影响震慑对方。水果糖虽然很小，但是对于拉完臭臭的人来说，能甜到心里头，这叫攻心计。嘿嘿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我就是一个政治家了。哼，还政治家呢？我还就是个黄败家。方舟，你看，这次那天我带来设计师，看了你家秦皇后量身定制的装一坨子，用啥材料，用啥颜色，家具放那儿都已经标注好了。啊，你看这装修风格，既很实用又很细心。只要你同意，装修工人我来给你找。张书记，我挣钱呢，你操这么大的心，我说咋感谢你？哈哈。不讲人都反对，只有你带头搞，你这已经对我工作很大的支持了。说来应该是我感谢你。你两个感谢过了，感谢过去，咋就没有人感谢我呢嘛？如此有幸，大便大将，小便小将，不便不便，上腰弄上，过来几趟。说。只要你家带头把这个民宿搞好了，让群众切切实实地看到搞民宿的经济效益，就能做到以店带一片，以家带大家。二爸，从我爷爷那代起啊，村里面不管谁家的红梅西施，都是由咱这金家人亲自掌大勺。尤其啊，是咱这24道风教学，那完全可以写一本孤独求败的菜谱了。所以啊，我跟环珠商量，咱们金家的厨艺啊，要变成楼前的爬爬的，楼上住人，楼下开店，让客人不仅住的舒适，一觉睡到通天亮，还要吃的舒坦，让客人啊吃的是脑门油亮，肚子发胀。张书记，
我发现你跟别的干部不一样，你说话人爱听着，句句都往人心里去说。二爸，你不是总跟我二妈抱怨说我金兰哥在城里挣不了多少钱，一年也回不来几次吗？那等咱这个民宿搞起来的话，你就叫我金兰哥也回来，人家为脑子为活法，人也年轻，一定能把咱这个民宿搞的是红红火火的。到时候我金兰哥他是总经理，你就是长董事长嘛。哎呀，我的好女子，你二爸没白心疼你，你这一说呀，我挣钱的我心里火苗子呀蹭蹭的往上窜呢。二爸，那到咱这个民宿开业的时候，咱一定要把它弄得是热热闹闹的。哦，咱到时候放一个山东大礼花，我上大礼炮，你看咋样？好。姑姑姑姑姑姑，刚吃的，来喝起来。啊！哎，咋爆炸了？这么大声音？谁家开呢？也不会放这么大的炮啊！好嘞，出事了。张天龙对高文龙的警告一语成谶，劣质材料建成的地下沼气池爆炸了，炸塌了厕所，派出所将高文龙带走。主任，谢谢你俩把我从派出所里头捞出来。环主，还是你心里头有我。这包子有多钱嘞？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一定是张天龙落井下石把我送进去的，把我整趴下了，他都可以霸占美女了。哎，你这货咋不知好歹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跟环主能把你从里面捞出来？是人家张书记打电话求镇上的王书记。王府记从风社情，佩服才提前把你放出来了。张书记早都警告你了，沼气池材料有问题呢，你就是不听，非要拍着腔子保证没问题。这下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你咋嘴不硬了？那受伤的王三明咋样了？算你娃命大，王三明只是受点皮外伤，被张府记送到镇卫生院包扎伤以后，又送回去疗养上去了。你说这要是出个人命，你恐怕都得坐牢。就这张书记啊，被镇上领导电话里头批评了半天呢。狗东西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我打死你！小哥，我挣钱容易吗？10万块钱，我就听了个头的一声。老天爷呀，我上辈子造了3年了，算了一张包起火吗？我的。这次这个厕所沼气池爆炸事故，我要负一定领导责任，我就不应该轻信了高文龙的承诺，而没有责成他检查问题，翻修整改。哎，张书记，你咋不要挑自己身上烂事了嘛？那天我让他们偷偷浇筑了沼气池，第二天你找咱去看的时候，早都用土给掩埋了。当时啊，不管谁去，都无法断定高文龙说的话是真是假。关键啊，是他自己掏的钱。谁能会想到自己会给自己身上埋雷呀？说到底，我这个村主任在这件事上还是麻痹大意的。虽然厕所跟明弄砸了，但是这段时间村民体验了室内卫生间的好处。下一步，咱们村上要继续把这个厕所高质量、严要求的再建起来，建成样板工程。咱们发起一场厕所革命，推进家家户户的厕所改造。厕所革命啊！带来的不仅仅是文明习惯的改变，还会带来健康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，推进咱们明珠村文明建设和生态宜居，提升村民的幸福感。相关的政策扶持资金我来跑。高文龙这货
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客观地说，这事如果不是他用错了人，出了质量问题，高文龙啊，还真是给群众办了一件好事。他这种闯劲儿，这种办公益事情的热情，咱们还是要充分肯定的。只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投身到村的发展中，咱们明州村啊，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璀璨的明州。上你过来。嚯嚯！你俩个丧娘没心的东西啊！想吃我的喝我的，有我的花我的，我哪儿都对不起你俩的，你俩要这祸害我呀！走，我把他抱上去。哥，你听我说。大哥，俺俩这有俺俩苦衷。你俩有苦衷？那个一肚子的苦水朝谁倒去？10万块钱没有了，才做个没弄成一场笑话。那还巴巴的要跟人 PK 呢，那把我自己 P 到派出所就要去了。都是你俩把我害惨了。哥，这事不能完全怪我俩。难道怪我啊？难怪人家说，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大哥，人家二毛子说话也有道理嘛。俺俩也知道你要钱不容易，可是你想一下，我崔凤改成我样子，要不是俺俩偷工减料，我10万块咋能够你嘛？俺这也是替你着想。为我着想？你俩这是给我买一颗赖。我给你俩都说了多少遍了啊？材料要用最好的材料，工程要做成最优质的工程，你俩是给我咋保证的？啊？钱不够了可以给我说嘛？你俩为啥这样日鬼都帮分呢？钱是我俩帮着你从你家里偷出来的，也看到你老爷子丢钱以后那种难受劲儿，所以我俩实在不忍心再要钱了。就是，你俩再帮我解释，才做革命一声炮响，宣告了我的 PK 失败，为啥爆炸？把我要去还祖当媳妇的梦给炸没有了？大哥，人生不如意者十之有八九，要么想得开，要么就认栽。你儿子，不会说话，我最逼近。你俩的 PK 就是一场战争，胜败来兵家常事，要有屡败屡战、屡战屡败的精神，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屡战屡败，屡战屡败啊！绿白绿战，绿白绿战，说点实际的，也不哈得闹。涉足暴雪，涉局暴衰。我俩把所有的责任揽下来，全力把你撇清，维护你在哥哥心里的形象。PK 这条路走不顺畅，咱就另选一条道。是啊，啥道？还珠可是咱村里出了名的孝顺女、乖乖娃，她嫁给谁？他爸一句话，能让事成，也能让事败。所以，只要你拿下金不换 ，PK 的成与败就不那么重要了。对。哼，死我不白要你。一会儿去见你哥哥，你先说吧。哎呀，注意是你注意，而且你比我有文化。你干你瞎说！我是你二哥，让你说你就说。我劣质材料是你进回来的，责任在于你，凭啥叫我说呢？劣质材料是我进的，但是我主意是咱俩一块出的，你还想推卸责任？哎，大青嫂，你看你这架势，就像我《水浒传》里面我扈三娘。哎，啥扈三娘？那还是木叶草，把人吓死了。咋？谁惹你了？你俩。我俩，人常说我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我俩可没骚扰过你。就是的，俺怎么正眼看过你？你没正眼看过我，你用斜眼帮我看一下，看我一眼我挖出来。我跟你说，俺为我养了100多只鸡，
平均每天要下80个蛋，最近3天1个蛋都没下。哎，你家我鸡下不下蛋，你跟我俩有啥关系呢？就是。哼，我咨询过专家了，就是厕所卫生爆炸，吓得俺我鸡下不了蛋了。哎呀，人家天塌下来有各自高的顶着嘛，你我母鸡不下蛋，你嫌高重嘛？俺俩只是个跑腿鸡。我原本是想找高文龙来着，可是你俩刚才的说话我都听见了，厕所爆炸就是你俩找的鬼。哎哎，大青嫂，你这得是养鸡养的时间长了，自己也变成鸡，你胡欠呢？你咋的谎言？我养鸡我都成了鸡了，那你妈养这么多年猪，岂不是成了老母猪了？哎，哎啥？哎，咋说话？村下都是你我鸡粪丑闻，我看就嘴比鸡粪还臭，净碰臭屎里。就是，回去赶紧买上2瓶消毒液，把你们嘴好好的涮个子，不要再污染环境了，让咱这街坊邻居干干净净的过个年。我看你俩就切收拾。呀！你跑！你哪跑的？你跑！参加俺谈这个节目太好了呀，你说这如果让专业演员来演的话，这都能上春晚了。巧就巧在咱新来的这女镇长到咱村里面视察安放扶贫工作，这个未来的亲家母也在安插亲家的家底儿，老街头两口子为了再当贫困户，竟把这个亲家当镇长，杜州法师把自己家境说的相当的可怜，差点毁了孩子一桩婚姻呢。十几分钟时间我都笑了5、6回。我这个小品剧本已经发给县宣传部了，宣传部领导看了以后说咱们明州村里有高人。现在咱各个组参演的节目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，我看今年这个春节能过出咱明州村的精气神了。喂，黄正叔，好好好，看来有东西呢。好，我这就过去，你让他俩在你家等着。刚才黄正叔打电话过来说用心叔和建设叔也动心了，让我过去谈一谈呢。这是好事吗？这五个搞民宿的，这是一个是狗母根，一个是鬼难缠，只要这两个人愿意了，其余的那就好事了嘛。哎，张书记，咱两个去了几次都没成功，这次是谁给说心动了？就是的嘛，还能谁嘛？你二爸嘛，咱俩成天给人家做心理工作，人家反而有了你放心里了。记得咱们上次去用心手把门关着不让咱进去，我就让你二爸去做工作，他现身说法比咱俩说话管用的多。书记，你眼睛还愁的很。其实给村民做工作，我们不但要有爱心、耐心和热心，有时候也应该讲究一点方式和方法。喂，二毛子，有啥话快说，我忙着呢。啥？让我现在过去。我俩这次负荆请罪呢，路上闲爬荆棘，这两个树棍棍出了事儿。嫂子，嫂子，住嘴！把谁叫嫂子呢？文龙是俺哥，将来你不都是俺嫂子吗？光头强，你少在这嬉皮笑脸的胡说八道。哥哥，叫我还主。还主，厕所沼气池爆炸的事，都是我俩的责任。劣质材料是我进的，他偷工减料。都是我背着文龙哥干的，这事他一点不知情。这高文龙给你亮多少钱，让你亮替他背黑锅呢？哎呀，嫂子，俺俩说这也是事实嘛。够了，
回去给他高文龙去说去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保证别人来顶缸。他越是这样子，我越瞧不起他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越描越黑。哎，妈，你这啥？大清早跑到咱屋去捞货去了，还把咱屋后院里个罐子给砸了。好，砸你屋，我砸俺屋去。喂，咋了？啥？大清早到咱屋后院把咱屋梧桐花盆给砸了？哎呀！哎呀，这个完了完了，没媳妇儿了！哎呀，哎，我把梧桐花盆砸了，你咋都没媳妇儿？这牛头不对马嘴吗？你是不知道，三年前我请你个高人到俺屋去，你让我高人说让我去买盆梧桐花放到俺后院，到第四年花开时候，凤凰周朝，哎呀，我都有媳妇儿了！这个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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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大清嫂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还想开染坊。就是。上一次因为咱们的问题，那家旅游公司放弃了投资。最近我在网上又联系了一家，我弄了一个可行性报告。一会儿给你和徐州人都发一份，看哪儿不错，咱们再商量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知道了。爸，你有事呢？嫂，人常说，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我就是再没有福气，娶不到还珠当媳妇儿，我也不可能毁了还珠的婚事嘛，对不对？问题是呀，还珠现在真的是。剃头单子一头热，哎，那张天龙可是个城里娃，他在城里头啥情况？你俩能知道？我在城里头啊有个亲戚，跟张天龙刚好是一个社区的，我就托我的亲戚打听了下张天龙。哎，那张天龙人家有女朋友呢，而且我女娃他爸还是个啥领导呢？你想一想说，张天龙这么年轻的，他凭啥来咱村当第一书记呢？张天龙这小伙到底咋样嘛？爸，那这还用我说呢？这全村人都用眼睛看着呢，人家来咱村里这么长时间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为咱这个民主村办了多少事呢？哎呀，我说的不是这。那你想说啥呢？我是说你俩，哎呀，干脆我这么说吧，他心里到底喜欢不喜欢你嘛？爸，这事我哪能知道你嘛？喂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回村里。哎，房主，这么晚了，你还去村会啊？镇上这王书记今天晚上了解咱民宿的发展情况呢。哎，房主，爸说的话你要重视呢。我听人说他在城里边。爸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这耳听呢，跟眼见呢有很大的距离呢。好了，我就不跟你说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我跟俺妈在最艰难、最困苦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现在你凭啥安排我的生活？我知道你现在企业很大，你的资产有几千万，那是你的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不稀罕。
我再说一遍，我是不会回去继承的，我有我的事业。还珠，你这天太辛苦了，我蹲点鸡汤给你补一补。好香啊！金环珠意外获悉张天龙的身份，很是惊愕，更为他坦然拒绝巨额资产继承时的气度所折服。你要是真继承的话，你就没有现在这么坑人了。张书记，嫂子，你别哭了，有啥事你赶紧说嘛。我走上去养鸡场去，我一百三十只鸡都被偷光了，一个都没有，就剩下一地的鸡毛了。那养鸡场晚上没有人啊？我平时晚上不是在鸡场住着呢吗？然后昨天晚上我还发烧嘛，我就回去了，谁知道偏偏又昨天晚上。张书记，这是政府给我的扶贫金，这丢了，我给政府可咋交代呀？你要想办法。赶紧报警啊！喂，110吗？哎呀，可不多人，好好注意一下。哎呀，烦不烦呀？这样我都不客气了。起来说话。我俩可是五合团的呀。是。大清嫂家的鸡，你们弄哪去了？俺俩不知道吗？俺俩从昨天晚上喝酒到现在才起来。这手机是谁的？哎，这是我手机，咋在你手上？你在哪捡的？在大清嫂家养鸡场的鸡粪里。情况咋样了？我和徐州人把好话都给大清嫂说尽了，大清嫂就是不肯写谅解书嘛。我怪大清嫂不给情面，这两东西太不像话了，一百多只鸡全给人弄完了。这回大清嫂又翻篇了。哎，文龙啊，这里面有没有你的事？哎呀，徐州人，你咋老把我想的这么坏的呢？张书记，他俩可是我的好兄弟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俩救出来。看来只有帮大清嫂把鸡都抓回来，大清嫂才肯原谅他们。死者，咱赶紧到村上的大广播上喊一下，让全村人帮忙抓鸡。好，我进去开广播。好，赶紧去，赶紧去啊！还愣着干啥？赶紧坐。干啥？赶紧抓鸡走嘛！走。好。大庆嫂的鸡能否找回来，直接影响二毛子和光头强的刑事处理。鸡能抓回来吗？请看下集。继承天龙何首文龙呢？这么点挫折就把你打趴下了？你要是不干的话，就在我大喇叭上喊一声，认个怂，俺三个立马走人。看死你这个狗东西！帮助你，支持你，是我们村长两委会的职责。够了，我不想看你高高在上跟我说话的样子。你涉嫌贪腐了，请跟我走一趟吧。